虽然还是很稚嫩生涩，但是能看得出你们这次都有用心了。顾青言，阐述一下你这个设计吧。啊，曾经有一位设计师，他跟我说过，一个设计师只有将自己的人生经验灌注到作品当中，才可以做出与众不同的珠宝。我之所以学习珠宝设计，就是因为东城珠宝的影响。而如果没有陶婉容老师的话，东城珠宝也就不可能在一众的珠宝品牌中脱颖而出。所以这个设计，我大胆地运用了唐老师设计的一些点心元素。嗯，你立刻把这份设计重新手绘，然后一起去跟我见林总开会。林总，这是我们巴洛克主题的新款设计，请您过目。您当时亲眼看到我妈妈那个助手拿着我妈的手按下去的是吗？我妈是被迫的是吗？这谁又知道呢？总之那个手印一按下去就算数的吧。这是谁设计的？就是他，顾星爷。这款设计融合了东城的设计风格，又突出了巴洛克主题特点。选取巴洛克珍珠，珠宝本身奇特的外形散发着独特的精致感，是我们东城珠宝的最佳诠释，相信一定可以将东城推上新的潮流尖端。今天的新闻你们都知道了吧？你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以往推出这款设计合适吗？这上面全是唐老师的影子，如果我说这是唐老师设计的，不会有人反对吧？顾星爷的这款设计就是想突出唐老师的设计灵魂。我是在问你，你是设计部总监。如果那些新闻真的是子虚乌有的，您又在担心什么呢？如果说您心里真的是很坦荡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推出纪念唐婉容设计的作品，恰恰是最好的时光。星爷，你继续说下去。越是这个时候就越应该要大胆，甚至说利用这一次的新闻为 Yvonne 品牌造势，趁势推出纪念唐婉容设计的作品作为新一季的产品，还省了一大笔的宣传费，不是吗？行了，你们先出去吧。林总，这个孩子艺术家个性。沈博，哎，马上通知孟总监，让他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白。林毅是东城的总经理，大股东，你有没有长幼尊卑？有长幼，但是没有尊卑。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总经理是人，我也是人。你的海贵病还真不轻，这是在东城。我相信，如果他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如果他真的是为了东城好的话，他会采纳的。你是不是很崇拜唐老师？那当然，我认为唐婉容老师是中国珠宝设计的骄傲。我就是因为他才入这行的。
我欣赏他对于设计的热情，对于美的热爱，还有纯粹。他就是我的目标。你还真的有点像他。哪像？眼神。但是像归像，你毕竟不是他，而且这世上能有几个唐宛如？你初入职场，我得提醒你，这里不是校园，单凭才华和热情是没法在这里长久的生存下去。如果东城好比一个森林，这里有的是老虎，有狮子，而你是什么？你充其量只是一只待宰的羔羊。谢谢曾总监，我知道了。各位媒体朋友们，让大家久等了。下面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让我们有请东城集团总经理林毅先生发言。哎，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财务部遇到谁了？谁啊？哎呀，就是那个不吹不黑哦，颜值杠杠的。叶小青，我说你能不能长点心啊？公司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这记者会都快被记者挤爆了。大家好，针对近期某报刊以及网络上对我个人名誉的诋毁，我只做以下一点澄清。他说什么呢？我手中持有的原属唐婉蓉女士名下的20%的股权，完全合法，有法律文件为证。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无端猜测，如果再有类似不实报道出现，我将诉诸法律，以维护我个人以及唐婉蓉女士的名誉和权益。你看看我们林总经理的演技真不错，多么逼真，多么走心，多么进入角色，这是影帝的演技，必须提名影帝。林总经理，到底您与唐婉蓉女士是不是传闻中多年的地下情人关系呢？唐婉蓉去世前是否是自愿将股份转移到您的名下？对于那些暧昧的照片，您不想说两句吗？真是直戳要害，真真心。大家都是非常专业的记者，能不能提一些有含金量的问题？以上这些无聊的问题我不想回答。我手上的这份资料是自从您的新闻发生以来东城集团销售业绩下跌报告，据这份报告中显示，东城集团各珠宝专柜的销售量下跌了40%，您怎么看？作为公司的总经理，您因个人失误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又有多少？您会因为这些摆在面前的事实而引咎辞职吗？这个记者也太感慨了。嘘，别说话，别说话。大家都非常清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的同行企业也不免要遭受经营环境恶化的境况，很多同行企业被迫倒闭，有的被兼并重组，而我们东城呢，依然坚挺，并且成功的过渡到了回暖期。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林毅在什么地方，和东城的万千员工以及我们的渠道商、广告商肩并肩地奋斗在一起，现在正是我们调整产能重新出发的时候。请问各位，谁有这个资格让我缺席？截止到我来这个发布会之前，我没有收到董事会弹劾的通知，而且我个人也没有打算辞职。至于那些所谓的亲昵照，其实那都是些工作照。照片的那个晚上，就是唐婉蓉女士病危的当晚。她临终前将她最后一份手稿交给我，希望我能把她公诸于世。
这也是唐老师对东辰尽的最后一份心意。这份手稿就是东辰的创始人唐婉蓉女士的遗作，她于病中坚持手绘了这幅作品。请问林总，唐婉蓉女士的遗作会成为遗忘品牌下一季的主打吗？不止这些，这幅作品将按照老师的遗愿，甄选品质最上乘的粉钻，制作成遗忘品牌下一季特别纪念版，全球限量发行。我对此充满了期待，谢谢大家。林总，太高了，这声。他倒是高了，那我们之前交的那些设计稿怎么办？都打水漂了。再努力嘛，加油！你别拍我，反正升职加薪又打水漂，要遥遥无期了。你不是鸡血清吗？你滚！阿喜，你觉不觉得这个设计图特别眼熟啊？哎，你怎么了？啊，没什么，我去一下洗手间。哎，没想到林毅还留着这手。他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一坐就是这么多年，是有道理的。董事长，是唐婉蓉的设计一向是在业内受到追捧的，再加上林毅打了这个感情牌，这款产品要真的火了怎么办？遗忘品牌会变得更有影响力，亚盛会对东辰更有兴趣，价钱会更高。那如果像张汉营那几个老顽固到时候不肯卖东辰了，又怎么办？你还没看明白，你应该跟他多学习学习。我跟他学，学什么？善用危局，